德方报道来，由你经受贵宇宙技术协力上发，光光剂红柔性剂药剂，确实难得功效。好，给我请去。哼，哈哈哈，就是这样。母子为为夫开启圣道吧。好，就在宫崎南下之际，萧峰英武作阵轰轰落雾，化境穿心。啊，总算来了，圣王归心意义天火好，圣法何出？顿情社交危险，夫妻生活再脱饮食核心。嗯，孤独坚持，已经要令完全阻断我欲在世界英雄，这都意思喽。红日尊高，规矩做撤回技术，我已识破。要为你设下方法，但此人诡谲莫测，只怕更有其他的手段。无论如何，都谢红柔尊教。他之隐术也是浪费，花你不少的时间。他之下术细致而复杂，前天只是机会受控，却丝毫未留未定。除非只是主动布局，刻意受他之教。这让我总算第一扎地技术管理以及破解地狱之风，顺利做出变好，虽是为求吉利，风采出发，但对这些一级众人拢太过危险，卖再来第二次。是啊，感觉比我预想想的简单几丝了。是谁出的主意？我愿意配合你这何来的机会，你便该感谢。你后面跑完，你的筋骨也无震动。哈，无，我有听感谢这位专家。哼，虽然风采也为你消除治疗，但相比专注，你反射调用是多谢专家。也让你担心了，无，幸亏事情顺利，毕竟对方是贵技术。众人也是惊事情也不可转圜，我也怕。不过规矩者现在需要拉拢我，以解释入门，都未将我作为弃子。毕竟因尚无攻克之风，用我完全入下，红日专家必将我击杀，因便少了可用之机。我要听日操险，也只有此时可行了。是这样，但规矩者如同在龙在秀，实在扰人。无妨，这次一家亲门大火，当然也被正天爷让他离开。无为未果，贵吉子欲回仙风道之阵，速人。哦，好阿弟，第一来得风过度，却什么也未得到，便要离开了吗？我只是一面来关心今日父亲。专用说的我好像来抢劫，那你何不进入？这次想必也是欢迎。算了吧，这对人不怀何以在旁边看的，像是父子相会为民吗？怎样母子平安便足够？你我要不为瞌睡，何不解开此境？此时何必急着走呢？留兵一处吧。好，青山路萧峰龙速交顺轨。有急事吗？好，将军下流，风行并行，顶高青琼今天一次做些事情。哈哈哈哈，虽是文东西文文气质，总爱出情出意出当。我只肯定是这样被人错判的，这就是你的为人了吗？好，一听清，用人之不。
就叫做天音，风化流木，运行吞天之势，把天物归去，归一座建中，下完兵文，无知一尽。这个行为却跟归一座天经分裂，性色之气。再会喽！虽是借力使力，仍成了木之剑位，已确实不凡。但风采协同移转之灵，应是飞翔军专长。接着休息吧。而归之手里，却为了身在木之剑境，障眼法是毫无作用。好、啊，小毒，你不如一毒。就在此时，万中龟麒麟竟风华剑剑，呼之欲出，气势磅礴，一手击落无踪。好、哦，哇！自己的主场被人破坏。